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年轻的新中国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创造了当今世界书的伟大成就。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共和国共同成长，风雨同行，已经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开始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庄严时刻，这支军队将在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由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和武装警察、民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14个徒步方队的5000余名官兵，30个装备方队的500多台车辆，列队东长安街。12个空中梯队的15个机型、151架飞机，分别在华北地区的7个机场待命起飞。此时此刻，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北国边关到南海前哨，百万人民解放军守卫着祖国的安全。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到联合国维和责任区，数千名中国军人执行着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新中国60周年国庆盛典即将开始，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少数民族代表和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以及多年在华工作的外国嘉宾，应邀前来观看庆典。千人军乐团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他们城楼上参加庆典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部分老同志代表。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鸣礼炮。参加56门礼炮交替鸣放60响，寓意着56个民族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由200名武警官兵组成的国旗护卫队，在56个民族群众代表的注目中，正步行进169步，这象征着中华民族1840年以来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169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代中华儿女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撑起了人民共和国的铮铮脊梁，奠定了民族复兴之路的坚强基石。全体肃立，升国旗，唱国歌。历史不会忘记，6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国大典上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浴血奋战22年的人民军队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25年前的今天，邓小平主席在这里检阅三军部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高扬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人民军队踏上中国特色精兵之路。10年前的今天，面向新世纪的人民军队接受了江泽民主席的检阅。人民军队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今天，天安门广场将记住又一个庄严的时刻，胡锦涛主席将在这里检阅三军部队。这是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部队，这是新中国走进新世纪的首次国庆首都阅兵，这是新中国60年来规模最大、阵容最强、要素最全的一次阅兵。开始，是。
气势磅礴的军乐，胡锦涛主席的亲切问候和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响彻十里长街。这声音穿越时空，仿佛是历史的回响，更是豪情壮志的表达。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胡主席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将我军历史使命科学地概括为三个提供，一个发挥，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极大地拓展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视野，进一步明确了我军建设发展的方向。胡主席强调，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明确了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发展方针。胡主席十分关心部队建设，把以人为本作为重要建军治军理念，倡导在全军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